안녕하세요저는미스에스리입니다생생마트반찬가게를저희가하고있고요저는홍콩에온지30년이됐고요만드는반찬은제가다손수만들고그러고있습니다많은분들이오셔서사가서맛있게드셨으면감사하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依家想买正宗口味的韩国食物，不用再特登去尖沙咀韩国街了，去铜锣湾鹅颈桥街市都可以买得到。最近就有一间元朗人气外卖店在这里开设新店。元朗是我们第一间铺，饭卷比较受欢迎的，每一天大约卖了300-400条左右。另外除了饭卷，蛋卷、粉丝或者厨房的汤、pancake 那些都比较都很受欢迎的。饭卷我们总共有六种口味的，最受欢迎的就是牛肉、猪肉，跟住吞拿鱼，仲有其他火腿啊、芝士啊、鱼仔啊，都好多人买嘅。饭卷我哋就每日新鲜做嘅，咁其实我哋就唔止话要每一日嘅朝头早做，我哋每一个时间一路做一路做一路做咁嘅，就一路做一路卖咁样。咁食材方面就有部分嘅食材咧就喺韩国翻嘅，咁入边有譬如蛋啊，或者蔬菜类，咁嗰啲就当然系喺香港度买翻嚟就即刻做啦。店内亦都有大量韩国美食，推介嘅就有牛肋排汤，用上牛背骨制成，一碗大约有5-6条骨，汤口香浓，真系几足料噶。前菜或者泡菜类啦，我哋最出名、最多人买咧就会新鲜泡菜，咁嗰款咧就每日新鲜做嘅。咁咬內咧就比較爽口啲，甜身啲，就冇乜酸味嘅。我哋都會有一定數量嘅韓國客人嘅，可能比較似佢哋食開嘅味道，所以佢哋食完之後佢哋都會翻嚟繼續會幫我襯。韓式前菜款式多多，顏色鮮豔又開胃，好似呢一款辣炒蟹仔啊，香辣得嚟又有咬口，唔係周圍買得到噶。呢間就新嘅店啦，咁就多咗凍肉部啦。咁凍肉嗰邊咧，其實不嬲都有一班捧場客去買一啲韓燒嘅食品啊，打邊爐或者煮餸都有嘅。咁如果推介去食韓燒咧，我哋有啲醃咗嘅牛肋骨咧，其實就好方便，一溶咗雪就即刻可以，即係唔使自己校味啊，已經有曬嗰種味道，咁可以做韓燒啦。咁仲有就特別少少，我哋會有韓國翻嘅牛肉啦、豬肉，咁呢啲都係比較市面上少啲嘅。店铺开业未够半个月，已经吸引了不少韩国客人来帮衬，下次经过的话一于入去望下啦。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记得按个钟仔啊。